可以多。哎，老苏，怎么了？我老婆生孩子，我在医院呢。有事儿啊？你赶紧回去弄吧。我别了，你回去万一你生了怎么办？也不用俩人都耗在这儿，妈不是在这儿吗？一有事儿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，这还一时半会儿生不了呢，就十分钟的事儿，去吧。那我回去了，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好。肖旭打小，你们俩打小是不是我一个人一手给带大的？你问他，人家月嫂是经过专业培训的，现在年轻人都讲究科学育儿，咱就尊重他们吧。那你也不能什么都指望月嫂，还得靠你们自己上心。那月嫂她再好，她是外人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今天上一天网，看人不少人家，请那月嫂都不靠谱。 姐，金姐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哦哦哦，你出去你得跟我说一声的呀。
我有事找你怎么办啊？我昨天晚上真的是定了闹铃，但是我就睡得太熟了，我就没醒过来。刘姐，这昏你胆这样没事吗？没事儿，刚出生的小孩都这样。我都看过几十个孩子了，你头回当妈，紧张点肯定正常。不看着孩子吗？看书呢。孩子睡了。睡了，你月子里总有点别的活干吧。 好，那一会儿你就把你的被子和枕头拿到主卧来吧。静姐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看他这个脸是不是太黄了？这跟昨天都不一样的颜色了。没事，不用吧？用。那月子里的小孩2到3个小时喂一次奶，他这样记都全记错了，他记错了，我这怎么还判断孩子行不行啊？这样。 他想减少起夜次数，他就想多睡一会儿。我刚闻了闻那奶瓶里边加奶粉了，明显加奶粉了，我一下就闻出来了。他还给他偷偷加奶粉，那我能愿意吗？气死了，真是防不胜。你昨天洗奶瓶了吧？是给和和加奶粉了吗？我昨天是冲奶粉了，但是我就是为了让和和睡得安稳些。你是不是早就惦记着给和和加奶粉啊？你晚上一个劲儿动员我，让我少喂几次，少喂几次，你这样让他睡整觉，你好休息呗？你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哎。 他上次他还问我是不是给和和喂奶粉了，我就是让和和闻着那奶粉味儿睡觉，他就能睡得踏实。小鹿消去小时候用过的，<笑>你别看这颜色，晒过、晾过、烫过。小孩啊，穿百家衣，吃百家饭，好养活。人家专家都说了，婴幼儿时期对将来性格形成特别重要。和和女孩，我怎么可能让穿这个？肯定不能穿。我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？ 我没敲门吗？我下回注意，熬了一宿的猪手汤，你多少给你尝尝，喝点。这么油这么大的，对母乳，猪手汤哦，是下奶最好的汤哦。受不了。妈，今天绝对是抽烟，育儿的事儿可以商量，抽烟的事儿绝对不能纵容。我实在忍不住，我上外边抽去，抽完我再进来呗。老婆，问了，妈说没抽。他绝对抽烟了，现在已经不是抽烟问题了，现在就是撒谎问题。 我抽的时候，我还真都特意把和和推到一边去，那个风就把他烟都吹得别的地方去了。那从小跟着他学，那就耳濡目染学会了。行了，那你说我弄什么办法？那和和以后也这样呗？那和和怎么能会成这样呢？因为他带和和，和和跟他学，他带和和呀。这小鹿的衣服怎么跟和和泡一起呢？不都说了得分开吗？你看这袜子，这不能放一块儿啊！就我养这俩儿子，我跟你说，打小衣服一家人衣服一大盆，一块肥皂。 全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妈，和和这不是有湿疹吗？那你这么老混着洗，它湿疹什么时候能好？是不是？成。